因果报应嘛，你造的善业，你得福报；你造的恶业，你要受苦受难。所以孔老夫子的修行方法好啊，温良恭俭让。你能把这五个字做到，你要是念佛求往生，决定得生。极乐世界就需要这样的善人，善人、善行、善事，有把握。如果没有这个修持的功夫，往生没把握。于是到临命终时，冤亲债主都来讨债，都来做障碍。障碍的往生，就是报应；不能往生，就堕三恶道。你的冤亲债主，他就得受了，他就报复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没办法去，他的仇报不了。把你拽下来之后，他就真要报复。饶人饶自己，害人害自己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必须要培养自己大慈悲心，念念利益众生，不要利益自己，利益自己就迷惑了。念念利益众生，你的心是清醒的，不迷惑，你能够知道善恶。Oh.